虽然石油输出国组织各产油国都在落实减产，支撑了原油价格上涨，但因美国页岩油生产增加，连续六周库存也增加，带动了国际油价下跌。中油依照浮动油价机制计算，从明天20号凌晨0点起调降各式汽柴油价格每公升各新台币0.1元，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无铅汽油每公升24.8元，95无铅汽油每公升26.3元，98无铅汽油每公升28.3元，超级柴油每公升22.5元。台塑化则是从20号凌晨1点起调降油价，降幅与中油相同，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无铅汽油每公升24.7元，95无铅汽油每公升26.2元，98无铅汽油每公升28.5元，超级柴油每公升22.2元。